他妈得等到啥时候啊？我们不等了，不等了！大意了，你钱怎么回去啊？这手埋的可是大事啊！今天要是不给钱啊，咱们就跟他没完。干啥？到哪儿去啊？这是？我问你，你干啥？啊？他们要钱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就找你去了。那干嘛？我能上哪儿去啊？我给大伙儿跑钱去了。你们大伙儿在这等了几天？我那娘的，我跑了几天？我今天跑了一整天，啊，没有见着人。我要咋办呢？对不对？我跟大伙说，大伙要相信我，我不会骗大伙的，啊！要说着急，我怎么更着急？我头发这一把一把的往下掉。哎呀，薛老大爷很着急。我要是骗大伙，我他妈跟大伙一块信。你可千万不要跟我信，你要是跟我信的话，我们家祖宗也会这几年也会改姓了。谁他妈管你的破头啊？你不是钱拿回来了吗？钱在办公室，没有人呢、啊，没有人我有啥办？不能再等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我得回隔壁了。大事哎，大伙儿听我说，今天是他们城里人的星期天，是周末。我到张彪公司，他没有人。我上午等了没有人，下午还没有人。我有啥办法？啊！我到现在没有喝一口水，没有吃一口饭。太辛苦了，薛老大。栓儿，栓儿，你实在是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叫算了，还叫算了？你干的事情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就背着我们，天天跟那个张彪打牌喝酒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知道，不说算了。你妈的胡说！现在别说这个是张彪，谁的？志刚，这可不能这么做啊！谢老大，你快躲开！谢老大，你走开！我跟你说，杨志刚，你这样做要犯法的。你不要钱，大伙儿也要钱吗？谢老大，你快躲开！走啊！站住！站住！
真的没了。我知道他们办公的地方在。生意咋样啊？哎呦，大接姐啊，刚忙回来。嗯啊，嘿，摆摊晚点了啊。啊，可不是，事儿没完呗。进屋你就得挨收拾。不能，我媳妇习性我还不了解。你就在外边说。